大家好，我是王狗。我今天来做的都市传说，它的名字叫做查理查理。这个游戏呢，之前真的非常流行。为什么现在才做呢？因为这个都市传说太简单了，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做，几乎都失败。但是呢，因为我快没梗了。喂！但是呢，因为我目标是全自霸，所以我们必须还是得做这个都市传说。这个游戏的玩法呢，非常简单，就是两支笔、一张纸、一根吸管。喂！笔摆成十字形状，然后你可以问他问题。如果他在的话，那就会转。OK， 那我们来试试看。哎，开始的牛顿重力，先把椅正。3、2、1 ，Charlie， Charlie， Are you here？ Charlie， Charlie， Are you here？ 没反应。Charlie， Charlie， Are you here？还是没反应，那不然我们换个方式问问看。Charlie Charlie, are you here? Charlie Charlie, are you here? Charlie Charlie, are you here? Charlie Charlie, Charlie Charlie, are you here? Charlie Charlie, Charlie Charlie, are you here? 给查理一点音乐。有 freestyle 吗？喂。要不要出现？查理要不要出现？我给你方便，不然等一下就给你一拳。禁酒不是十八九，到底多久？你到底要等多久才能让汪狗找到你？哦哦，查理，哦，没有什么道理。哦，查理，要不要出现？随便你。好吧，既然查理都不出现，那我们闭嘴。那我们亲自去找查理吧。第一课，查理3000。好，那么便宜哦。查理，查理 ，Are you here？ 查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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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 ，Are you here？哦，查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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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一个金发小男孩。